咦，Venus，你做咩啊？事啊？哇，咁大镬嘅你，踢波撞亲啊？咩事咁黑仔啊？有人撞到啫。边个撞噶？喺边度撞啊？算啦，我都唔想再提啦。快啲讲啦！咁好啦，我讲啦，都系为咗大家小心啲啫。你意思系 Yumi？ 我冇啊。算啦，大人有大量，呢啲小事无需斤斤计较啦。你话系咪先？唔系啊。唔系咁噶喎，喺两次我系见到 Yumi 同 Venus 撞埋一齐，不过系你撞佢，唔系佢撞你喎。吓？哇哇哇！罗生门啊！你眼花定你记错咗啊？我冇眼花，亦都肯定冇记错。咁你有冇录低片啊？去到厕所都唔会拍片噶啦。类似嘅事唔关男人事啊！你从来都唔知道女仔谂紧啲咩噶啦。Eden， 你有身份冲突啊，唔方便再讲嘢。我有嘢想讲，全体竟然有嘢想讲啊！不如俾佢讲埋先啦。点解成日有人针对 Yumi？ 依家我系受害者，我每次都系受害人，咁多人维护佢又冇人维护我，你话系咪先？点解之前选 Head Girl 就无端端有咁多人针对 Yumi 嘅 post？你意思即系嗰阵 Yumi 选 Head Girl 嘅时候，嗰啲 post 系故意抹黑嘅？哇！啲细挂张咁样，你咁紧张做咩啊？唔会噶，我认识嘅 Venus 唔系呢咁人嚟嘅。唔会噶 ，Venus 唔会咁噶。依家我系受害人啊！你哋仲夹埋一齐嚟冤枉我，成班人嚟欺凌我。咪住！各位同学，答案就喺 IDC Secret 入面嘅 post。呢啲 post 之前我哋唔系睇过啦咩？你想我哋再睇啲咩啊？揾 Venus 嘅口头禅出现咗几多次？咁个口头禅系乜嘢啊？你话系咪先？系咩先啊？佢个口头禅咪就系你话系咪先咯？哦，你话系咪先嘅出现频率好高啊！我边度有呢句口头禅啫？你话系咪先？除咗佢讲嘢嘅习惯，仲有书写嘅习惯，又系对字迹。喺我哋咁多个人之中，得佢一个会成日将个刀字写成 do。咦？喺 secret group 入边真系好多个刀字喎。Venus 系你中伤 Yumi。是他拆散我和 Eden 的。我没有啊。Venus 啊，我知道你很嬲我啊，但这些事你不可以乱讲的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们一早复合了。是他阻止我们在一起的。他是要你帮他设计海报，又要帮他拍照，还会输了个女学生选举要你安慰他。Venus， 你真的想多了。总之你这样屈 Yumi 就真的不是几啱啦。Yumi， 平反啦，冇事啦。Venus， 搞咗咁多嘢，你真系要同 Yumi 道歉？向佢道歉？佢都未同我道歉啊！而家系你哋针对我啊！哇，跑得咁快嘅，佢唔系只脚伤咗咩 ？Sorry， Yumi， 你唔好嬲我哋啦。系啊 ，sorry 啊，唔会啦。有得件事过咗去就算啦。各位同学，日头嘅地理活动已经完成啦，而家系自由活动时间。不过大家咧唔好玩得咁癫啊，因为今晚咧嘅 campfire 仲要谂下玩咩噶 ，OK？ OK。徐 Sir， 徐 Sir， 你有冇事啊？有冇事啊？冇事，冇事，冇事，继续玩啦，你哋。
三号。崔 Sir， 多谢你啊，上听。崔 Sir， 呢度同我讲嘢唔使特别举手噶。你讲啊。半个钟头后，我们在凉亭见，不见不散。崔 Sir， 上涛，你去同佢讲。嗯，我落翻去先啦，跟大队安全啲嘅，嚟。崔 Sir， 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我点啊？你系好学生，品学兼优。咁除咗一个好学生，品学兼优咧？你比较内向。怕丑，有时会沉溺在自己的漫画世界里面。嗯，那你也很了解我。其实我有事想跟你说的。原来你也有事跟我说，那不如你开口先吧。你是一个好学生，我是一个好老师，所以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，不可以有相处关系。我不明白，我们是师生关系，不可以再有其他关系。那等我毕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来都只能够是朋友关系。为什么呀？我本漫画不是这样讲的。漫画和现实是不同的。你不喜欢我，你大个就会明白，老师是为你好的。我不明白，你都说是品学兼优了，我有咩唔好啊？我哋冇可能。你点知？我知道。你讲得好差，我真系好差。上涛，上涛，哇！上涛，上涛，衰仔啊！偷影我片，等我 delete 曬佢先。原來係你，黎少堅有冇搞錯啊？做咩啊？上得整屍你影噶？你攞部手機睇我啲嘢啊？做咩侵犯人哋私隱啊？算啦，過咗去。Yeah， 喂，搞咩啊？唔好打交啊！喂。兄弟幫你啊，唔好打交啊！你仲 po 埋上網啊？唔係我 po 啊，我 send 俾阿慈一個咋？我就 send 俾 Eden 啫。搞咩啊？咁傻，發神經咩？咁中意 post 嘢，一定你 post 噶啦！咁冇黑人嚟噶，都話冇啦。你仲好講？如果唔係 send 俾 Eden， 佢都 po 上網啦。喂，唔好打喂！喂啊！喂，唔好打啊！喂喂，你哋唔好再打啦！全部人停手。Chantel 嚟咗幾耐啊 ？Chantel 應該知道曬。不過葉 Sir 同 Miss Wang 知少少啦。發生咩事啊？我首詩係你 post 嘅。Sorry 啊。係你 send 俾佢嘅。Sorry。即係你影噶啦。Sorry。咁係你。Sorry 啊。你哋全部都係衰人。